经9:30，那我们暂时啊告一段落这样。我惊有的人，我已经包花快款的，迫不及待这样。上重要的，剩的时间就是买车时间。我上重要，伊是伊爱搁等伊南投，啊我知影伊客家人，然后我又拿到一份书店库存很多的。啊，不过100块而已，很不错。这是奇美社大的宝种，确定吗？六万哟。不是，我接下来就要在美农，给我这干嘛？他留着卖给大家。哦，太好了，那个今天讲师会没收。不过呢，我的意思是要广告啊，遐搁存几分啊，我来借这个案例去买一个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还蛮推荐这个的耶，因为奇美社大他们每年他们都有不同的主题，可是因为他们是以农业为主，在地的农业为主，然后他们今年就是宝种，我觉得宝种他这个做得非常用心。我们今年黑潮也有出月历，可是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他们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。就例如说他们就会讨论到粮食问题啊，然后像因为宝种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概念，我觉得它里面你看它除了他们看不到了、哦、真的吗？就是照片之外，然后它有一些插图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介绍。我觉得它是很，我觉得它，我觉得每年我自己甚至都想要收集他们每年做的月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每年主题都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可以，因为100块文化创意，真的很便宜，而且你请那个，因为阮家有做自然农法，你的做事。哦，迄、那个桌仔顶只咪一本上新的册，其实拢卖袂出，倒唔成书，那本最重要，但是较少人看。迄、那个自然农法内底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要自家采种。那、啊、到底怎么采种？为什么重要？啊，其实他这一本，这一份阅历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样。好了，那这个既然要送他，没有兴趣，搁上个一本也搁无兴趣，我就搁弹掉啊。你留着卖，真的。真的哦。真的。好，那就再进行广告。这个绝版好货，然后那个都卖不掉哦，那边来两本《梦想社会》。那我想，到底接下来的这个社会，在资讯社会之后，那接下来是什么样的社会？那这一本书说，就是梦想社会。那梦想社会是什么？欸、其实是赋予非物质性的意义，比如说故事。那我想书店也是，书店如果在纯粹卖书，只是死卖书，或者在专业上面就是跟书打交道而已，或者用书跟你打交道，恐怕也错了。那我想也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，这个故事性，所以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城市里面旅行，他就会想要找一间不错的书店、不错的咖啡店、不错的什么样的店。那个什么所谓的不错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氛围？是装潢豪华、成品化呢？还是它具有个性化和那一种独特的独特性？那一种独特性到底是什么？我想，其实这本书一直在谈这个部分。那本人在未看以前就开了书店，所以其实也不是因为受他影响，但是呢，后来看他才觉得更多的力量。不兴趣，蒙恨，好，黑车跟钱，不然是要送伊的。没关系，你留着卖。好，那讲师会也没了，那还有什么讲师会介绍？不用啦，你都已经好。安尼，咱就暂时到这啊，微广告嘛吼。哇、哦，这个礼拜是，这个礼拜跟、哦、下个礼拜是，我们协会还有玉山旅社，还有弘雅诗网，还有台湾图书室，最坎坷的时代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无代无志，这样答应一场活动，所以我们接下来，哦，然后预算的时候又遇到了我们经营团队已经一年四个月了，然后小孩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，听说跟我在一起，健康都不会很好，所以经济不好，健康又不好，所以人家已经打算要落跑，那怎么办？欢迎有兴趣的转向人生转换跑道吗？啊，休学也不错。啊，这个，那个玉山旅社啊，可以让你尝试个三个月再回去读书嘛。好，那这个另外啊，下个礼拜三弘雅诗网的破天荒，在592场的这场活动，决定不在弘雅诗网，去动力室，所以把那一场活动改到动力室去。什么活动呢？播映一部跟阿里山百年
的一个口述历史访谈的纪录片有关系，然后请金湖标就林业林务的部分来做一谈。那有兴趣的下礼拜三到动力室。那为什么安尼？是因为哦，去平衡大有心做活动，常常办不完。如果我拜三个班，伊遐卖班的话，伊就无法度，所以到尾来讲也无好啦，比小加班的啦。然后这个礼拜天更凄惨，这个礼拜三，礼拜天早上办四集，下午办四集，非常精彩。晚上啊，在这个什么一心二业馆，就我们正后方有一间铁皮屋的那一间，那里又增开，两场讲座，赶场的啊，为那个奋起湖的火车，然后请徐乃义医师跟那个奋起湖的朋友对话，后面又有一部在讲，也是铁道跟老人家的那个访谈的故事，然后请那个两个导演一起对话。有兴趣的详细，那等那个等来很顶喝啊朋友。那不管怎样，谢谢各位今天对独立书店很意外性的，我想原本只有十个人，那没想到这么多，我想这个也给我们动力，我们都变异，都升级，你们出来都变起来哈。那看起来书店可以开始来转换那一种比较这种诉说文学性的那一种，好，那我想这个部分可以慢谈。后边那个约翰走路那一关还有半瓶之多，接下来无限畅饮。你来到家听阿姑被虐待那么久，总是希望让你精神可以有一点提倡。拿钱啊！未满16岁，今天外面没看到，要紧，本店可以享受。好，咱就到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咱就将。